但是这跟高中同学能一样吗？所以我现在才特别难受嘛，我别扭死我了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要是不好好相处，我爸和林爸肯定就不开心。我珊姐刚刚给了我一个启发。什么启发？什么启发？跟你们说啊，我每次跟我爸回老家祭祖，那些亲戚啊，越是不认识的，越是不熟悉的，他们越热情，越和气。那我要是把他们俩当成几年不见的远房亲戚。